龙鳞鸡，九轮标纹。 天之境，李小母的一样，我是带着从天而降，用了动好飞行脚。是黑无形，是我也组合之境，也是今年轰天动地，但是全部就因我奉行。哦，正是飞天之境。 金币骁勇战混沌魔体之中，随即无影剑来环球一领，无个之故，来轮回孤端。既然六代九荒无绝对的法，那便再加派人手协助吧。 咱们首都雕模式迷途，伊来为了救人，誓愿扬名，伊来对救人了解的太深，绝不能将他一敌联合。无法无定义就未成功，人间的变化难以触摸，计算的越多，就越能成为胜利者。我想进去某些国度。 将我听到某些迷途的资讯，就会下落。武将，你终于也是对来了。可惜，你欠我，永远也还没去。我就没欠你什么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都是大弟弟。 向妖魔石国度的子民，这个交代，大义的东林乡九人刚才清明入已经，却不前几段，本人已经受教之，是不是为了破坏魔石国度，每五十年一次轮替杀王继承，你可敌的这样，肯定要整个魔石国度的子民。当初，当红武将崔雄林峰十三回国。 甲我七国之中，七世之中，七人之中，上次三七之中，共有金雕的魔石大帝。人妖怪，就怪武将将我搞得太好。虽然回到九轮天接受我国强拆新法，还魔石国度的国旗，让所有人民得回自由。魔石国度的国旗是什么？一个不朽土气国王。 比人下罪之后，下国人民也如何看待某些的子民？而某些国度的子民，有曾几何时有了金钱的自由？每一年春节就是一波波如若强势的斗争，不是吗？但这比这样点重的子民，又何尝真正水？ 是的，是的，受国家提起农机会股份，让国家令凡人一新，以目的在于倡导社会会不一较形同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，让某些国度变得更好。哈，这不过是权力者会官兵的利益，可惜多少的名目罢了。这样也是有人所使用，机灵技巧，该有无让人所掌握。 要点好人，也可以人为操作。在外安排的地方，都是为了实现以吹胸不养人，目一目标人。自由的真谛就是，有实力的人，才能压缩他人的空间，来扩大自我生存的优越感。九人天一定和其他国家形成多数势力，让某些国度。 如今的你，该对谁个？任是对谁个？你想不舒缓，还恐是你跟我帝王之合时，一直无形灌输我的力量，不是吗？我将顺着你的教诲执行。三天后，我在红面冰箱等待你的答复，希望你不可让我失望。好。
帮手。武将，你为何阻止？我阻止，是因咱三人联手，胜算不高，不如找其他人商议，三天后再行动。好，咱快找其他人会合。小姐，你大病才好治，元气也被完全恢复，不用急着起床，将琴修好吧。我身体已经好多了，我想弹琴。小姐，突然四周气温骤降，一股凛凛杀气笼罩四周。我突然间变个坚定，快回房去。不会命令不准出来，为什么我离开？小天禁止，无名之源之是的，还是侵害作战凶手，莫说待定，我要你枪林来，好喽！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文明三干内一人之勇对上无数魔威，夏天禁忌有性命之威猛。